何行业，想要占领头部，必须占尽资源。二八定律听说过吗？头部分享八分资源，剩余的二分，其余的共享。流量当道这个时代终究是会过去的。一山难容二虎，你年纪还小，还不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任何公司的资源都是有限的。我是一个演员，戏比天大，我用我的全身心去投入这个角色，我用我的灵魂在里面，你可以不行，但是你没有资格干预。在粉丝心里，你的名誉比他们自己的名誉还重要。现在是大数据时代，你所有的资源都是他们给你分配。作为艺人，无论做任何决定，都要把粉丝放在第一位。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做他一遍。因为我是他的经纪人，所以要帮他争取最好的资源。说句心里话，你说像咱俩这样明争暗斗的折腾，你和我最想炒 CP， 也就是说让你很清晰的去说，现在戏多，角色也没好找，这种虚情假意的 CP 也该拆。剧组要节省成本，公司要卖片挣钱，平台要拼了广告收益，可是为了这些，叫他们弄死你！他可以随着情绪为所欲为，但是你不行，你必须站在公司的立场上。演艺圈就是个孤岛，所有人拼着命的划过来。他是幸运的上岸，但是也要守得住才行。现在的林家没了 CP， 降不降级就算当了绝对大男主，这戏要火。现实就是你是我的经纪人，你就应该为我还有为公司争取最大的利益。你现在毁掉的是整个公司的前途，是公司所有员工的前途。艺人与经纪人，员工和老板之间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。当你自以为跟他们是朋友，拿出真心的时候，你就离死不远。我不就还剩两三年吗？等我糊了，人不红了，还是要走的。就好像我们这个圈子，一天一个样，谁又会知道下一次会变成什么样？